他不要怕，我还活得很好。好。EMP， 你们有看到 EMP 拿到什么东西吗？看我有点 ，EMP 拿到了 second number， 好，所以就看到我们就有一组是 second number is 不知道什么，电椅是对的，然后就拿到了 second number is， 然后某个东西，然后这里有一个。有一个 Y 的题目写着 "Welcome my guest"， 欢迎我的欢迎我的客人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灯泡，这里有一个戒指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日记，类似的东西啊 ，EMP 吧 ，ENS 吗 ？EMP 啦，妈的骗我！右下角只有椅子变而已，其他是正常的。嗯，是反过来的。一的后面是 N 欸，然后 N 的后面是一欸，酷哦。好，所以我们下一个要解的是这一个，这个就是我刚一开始就发现的问题，就是这一段话里面有问题。所以第一个是我要 a cup 是 a cup 在这里是342。再来，他说 ，a cup and a 灯泡是33，然后 and a shelf 就是一个铲子，铲子是516。and an arm 是手臂，是8。加起来吗？印刷错误，这不能印刷错误吧？没有解谜游戏在印刷错误吧？你看，大家讲一下解谜是怎么解的，因为这里有，对焦，仔细看，它有些字是粗体，就是我刚念的那一块文字，这里 A 跟 cup 是粗体字，然后 and 这个灯泡也是一个粗体字，然后最后是 and shelf 这个铲子也是粗体字，然后最后 and an arm， 然后这几个在里面都有啦，然后杯子在这里 ，two girl one， 杯子，然后 arm 在这里，好，所以就这样 ，a cup， 可以，所以加起来多少？二加三五，五加八五加六十一，十一加八十九，写九进四五六七八九九八九九，所以我要去读八九九。八是多少？八这个是超大宽花花，啊，那个钥匙是哪一个？哦 ，Y 是超大宽花花，找到了。九是这个胖瓶子，然后九第三个九是什么？三角形，这个11号，会不会 S 不是惊叹号是 I？ 不是惊叹号是 I？ 不会吧？应该要上下反过来吧？好，十一号先过，经过这个，这应该是安全的吧 ？OK。Y 我在哪里看到的呢 ？Y 我在铁树女 Iron Maiden 上看到的，在这里。我要打开 Iron Maiden， Iron Maiden 是几号？29号。打开29号。哦，我拿到了 BI。对 ，Crack Crunk， 你忽然看到铁树女打开了，你在里面发现了谜题 B、谜题 I 跟神奇妙妙道具。的黄色，拿起 B 跟 I，
哦，哦，哦，下一张也是白的，你就知道完蛋了。哈？而且这里写，这里写，这里应 I， 然后这里应 O 哎、欸，干，印一张白的给我哎、欸，我操！休斯顿我没有麻烦了，是要把这贴上去吗？哦。哦，没事。嗯，他说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一集的咯。If you are looking for the first ditch and think there's nothing there, use this to took again from the other side。就是这样子会看到。好，先一个月来嘛。我他妈的，哇靠！打开什么都没有，干白的哎、欸。所以应该是这里有一句话了嘛，就是 the second number is one。干，你们看得到？拿去泡水，屁！他妈真的只能玩一次。The second number is O N E。惊叹号！可是我们只有一个，我们只有两个数字啊。应该说是等一下。哦，这是一个数字，这是一个数。等一下，我先倒退。这是第二个数字，这是第一个数字，然后这是第三个数字，因为他说 the third rune， 就是第三个符文，所以这其实应该是第三个咯，因为他这里还把 the third 特别框起来，就是 for the third， 对，而且这里有个逗号，所以 for the third 应该是第三个数字的意思。Complete symbols are formed from two， 这些行走是用两个完成的。它不是说第三个符号是用前两个符号完成的，而是第三个数字的来源要把这样好，所以我们有两个组合了。这个是一，这个是四，所以我们有一跟四了。先写下来。然后就剩这个了。然后问题就是这玩意儿是沙小。他说 away with this， 就是要把这拿走，就是要把这一块，应该是要把这一块剪掉。我的概念上应该是啊，如果你在找第一个数字，而且觉得这里什么都没有的话，用这个 use this to look again， 用这个再看一次，应该是要看这玩意儿。然后 from another side， 从另外一面，这样吗？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我把这一块剪下来会看到什么？所以我又需要了。一张没屁用的魔风卡，没有，其实也可以啊。好了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把这块剪下来。这个是他妈天天都在我剪刀嘞，会不会在床上？会不会插到？谁？蓝丽。你确定是三？说不定是没有。先看它到底是贴哪一面吧。如果是贴另外一面，说不定也不是三，不是一呀、啊。好了，把它剪下来了。
好了，所以我要这样看，那就是三了。这样看，看如果这样会是一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三了，应该是三。干，应该没道理，不是三了。好三，好三，所以是三一四拍，三一四六角形是答案是三一四，因为是这个这个跟这个，好三一四，三是什么形状？开始转，三的形状是这个菱形，一是。格子，四是这个齿轮，十四号，哦，太好了。密码的来源六角形是在考温室，我先盖起来。六角形在考温室的左边，是一个铁栅栏的这里。这，那自动聚焦向聚焦，好吧？所以是二十二号。二十号，找到了。Yahoo AJQ AH 没有事。你成功打开了这个牢房的门，你拿出了这三个大谜题，就这样。他的故事性写的有点少，他都把全副的精力拿去做谜题了。他说：“你才没有时间看这个，你不要骗我。”A， 这应该不用了。A， 每个东西在它一开始的位置。Let Fury down on E379, but just what is required? Take a look at 11 and connect correctly. 再从11看过去，然后正确的连接。太好了。放弃，这是什么 ？Something is for on。哦，下一个房间呢？下一个房间还有三个谜题。所以月亮，哦，月亮在这里，然后379197791137，哦 ，Oh my God， 是这一个，我看一下，有狐狸吗？有，然后有狐狸吗？有鹿头吗？有龙头吗？有，好，太好啦，手工艺时间。1379，一三七。干我玩一次，我这本都爆炸了。哈？什么意思？他说，干，我是不是先去印一本算了？完蛋了、啊！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这题谜题为什么很毁灭人生吗？对，他说。Everything in is starting position， 任何东西都在一开始的位置。Press friendly 是什么意思啊？确定一下。这个坚固的 friendly 到 friendly 的等等，强而有力的弄下1379。对，什么是1379呢？
第一页，这是第一页哦，因为里面翻过来这里写二，嗯，所以这是第一页，因为第一页的这三个盾牌，我一开始就讲，干，这一定是需要第一页、第三页，因为第三页这里也有三个盾牌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三个。然后第七页这里有四个盾牌，然后第九页是这三个。干，我要把这裁下来哦。然后从第十页去看，所以我是要数有几个在格子里吗？那这379跟197跟79137什么意思？ 379 还是我要画它的相对位置，然后把它连起来？嗯，说不定有可能，说不定不用搞那么辛苦。那我先假设一下，假设这三格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要从等一下 take a look and 11 and connect correctly？正确的连接，这是正确的连接方式啊。那为什么要看一下第十一页？说我把每一幕拍起来，要用一样的大小拍起来。太好，避免反光，把手照进去了，这样刚好。好像要再小一点，这样可以。好 ，green screen， 贴到小画家上头，贴上。但要多那条红线，哇，真烦。重新 print screen， 我想说拿一张纸可能也可以啊，可是没有，不然就拿一页，然后全部都秒，就这样。反正我们总之要先做的第一步，都是先拿一页下来，然后裁一个框的大小。到这里，好了，我们有这本书的大小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每个盾牌，这个盾牌是这里。好像相国龙叫做 D。这里有一个，大概在这里，这样再左边一点。它是鹿，所以我们也叫它第一。加。最后这里是狼。叫 W， 太好了。主题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弄死自己，取名太取一样。下一页在这里，干，他还有转九十度的，转九十度要怎么对啊？第一个是狼头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我要标这是第一页的，这是第一页的，第一页的，第一页的。哎、欸，没有二，这是三哦。这是狼头的三，上面那个呢？
这是龙头的山，这里有个超大的。这是鹿头的山，好了，下一页，太多头了吧？你这个，你还有一个这个、欸，狮子头，先看一下啊，狼头在这里，这还稍微看得到。狼头的五。七，然后龙头的七，然后鹿头在这里，它会重叠。最后一个是这个，这个還不知道折起来吧？这一页会不会要拿下来啊？我是怕这一页要拿下来就变得很麻烦。狼头的九，然后龙头的九，还有一个是鹿头的这里。鹿头的九，好了，放到最后一页。好，所以研究一下这要拿来干嘛？狼头三七九，所以狼头三在这里，狼头七在这里，狼头七在。狼头三在这里，狼头七在这里，狼头九在这里，所以三七九会变成三七九会变成这样，哦，七。那第二是多少？那鹿头的197，鹿头的一在鹿头的一在这里，鹿头的九在这里，鹿头的七在这里，所以它变成这样。哦，七一，然后七九一三七，龙头的七在这里。龙头的七在这里，龙头的九在这里，七九，龙头的一在哪里？这里，七九一三七零七一零，你看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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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就这样。710，所以是转过来是710，所以盔甲题这里月亮是710。71转盘，转盘月亮七，月亮七是哪里？哇，它其实帮助小卡里面有一个是所有钥匙的对应。七是这个，那圆圆，一是这个，零是这个，
十九星。好，十六号，看起来还行啊。啊，这解谜速度好像还行。这个卡三天，卡到痔疮都出来了。可以，你在哪里看到这个谜题的呢？哇，怎样？月亮在哪里？月亮哦，在这个，可以一个人可以把一个人关进去的箱子。好，箱子十号。找到了，你发现了，我已经拿到黄色的神奇妙药工具了 ，CL， 你在里面发现了 CL 跟一个神奇妙药工具二，所以我有 CL 跟那把剑 ，C 跟 谜题剩这样剩四张哎呦。然后我需要两样神力妙药工具，分别是，我干这杀小，分别是黄色的这只脚，你不会要折成一个站起来的吧？干，我怎么觉得已经要看到这件事情了？还有一把剑，行 ，CL，Open。哦，干这啥小蓝蓝黄黄蓝龙黄黄，然后月亮应该结束了，月亮可以先摆一遍。他是觉得做太多盒子谜底会被告，所以他不做盒子谜底啊。这个十字是这里。Something the answer is so close. Sometimes the answer is so close. For example, on 13. Sometimes the answer is very, very close. For example, on 13. 13页。然后有信心仔细看。13页。这本书只有12页。有信心仔细看。盒子，又要看盒子。没有阿玛的，没有13页啊。封底是不是第13页啊？不要天天看的盒子没梗了，他妈的，看点里外的东西好吗？13页，没有，这边有页码、啊，又要看盒子，妈天天看盒子，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干说明书会不会？等一下，是还是这不是？这其实不是13页，是 B 啊 ，on B。在 B 上面，我他妈 B 要仔细看，有信心仔细看。有吗？还是在这一面，没有 B， 这也是 B 啊。仔细看，我看到好多的问号。对，这不是本来就有，这不是每一张都有的吗？哦，这是剩下的，我不能拿剩下的看。我拿另外一张的比看就知道了。有不一样吗？还是他把每一张都印一样？那就不用看 B 啊。
要关灯。我干，一个作业玩的要关灯。这还有13页，还是有个页码其实是13，然后被骗了这样。不可能火烤或泡水吧？游戏里面没有附这个材料啊，所以应该不可能。看这要怎么仔细看？看个屁啊！关灯有可能啊！啊啊啊！裸体啦！没有，它不会发光啊！一跟三折起来，一跟三。这里有个答案713啊，可是这不是，这不是 B 啊，这是题目的那个一部分啊。一跟三有常数是吗？什么 ？C 下面小字是什么 ？C 呀、啊。Have faith, look closely， 就是有信心，仔细看。你说一跟三拆开来看，还是摊开来看？可是应该不是一跟三吧？我一跟三已经。假设我正常解那一题，我的一跟三已经分崩离析了，已经被拿下来了。干，我要多有信心啊！Sometimes the answer is so close. For example, on 13. 不然有个做法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啊，说不定这个是这个有关系啊。妈姐，三天三夜就答案在这里。这个有东南西北 ，North East South West， 就这样。不过这个有蓝跟黄，应该是配这个吧，配这个怪物用，配这只傻逼用的，就应该跟这无关。Sometimes the answer is so close. For example, on 13.卡片有夹层，答案你说第三、第四是三张答案吗？你说答案有夹考考吗？这有夹层，干，它有那个前印夹层没有啊？这透光之后就只有一层啊，这个里面没有东西啊。说明书没有第13页，说明书这里怎么十二页？说明书哦，这一页、啊、这里有13吗？没有啊，说明书只有1、2、3、5、6、7、7、8页而已。我需要第13，比方说再13，那我看13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可以吗？干，就在13呢、欸！你妈机车啊！You can place this card back in the stack, but if you do that, you will not notice the code hidden here. 135，好吧。
真简单的，楚爹就在答案卷里面了，在一个叉叉底下，告诉你，嗯，汤哦。好，我先找到钥匙对照表，然后转出135。好，十字的一，十字的一是这个大花花。啊，不是这个花。十字的三是这里。是两个洞，五是这个是菜刀，好，一号，找到啦。请问你在哪里看到十字的呢？我根本就不记得，我找一下。不是这，上面滴了一滴口水。这个呢？有在厨房的柜子里，橱柜里，滚，没你的事。橱柜，橱柜是多少？橱柜是9。OK，OK，OK， 哦，你打开了橱柜，你拿到了神奇妙妙工具的下一个跟 G 这个题目。干得不错，把张海放回去。这样牌应该不用，先丢到一边去。我有蓝色的神奇妙妙工具了，我快要可以组钢弹了。钢弹还有一张在这里，就可以组完了。G， 他说。A band in your vision， 1 2 D 3 2 B 3 alpha， 2 2 D 3 A beta I， 3 2 D 3， 看你老师折折了 ，B N D 是折嘛，对不对？我查一下 ，band 是弯曲或折叠。好，太好啦，我们要解最惨绝人寰的一题了。那我像文思泉涌的诗人哦、喔，事实上我只是在密室逃脱而已。啊，手工艺了。第一个步骤是。对折中线，其实不用画到底，画起来就好。然后是哪边折哪边，这边折过去，这个动作叫二。好，妈妈，我想回家。干，我不要失败了，等一下。我忘了标那个脚的那个点在哪里。其实答案卡刚刚那个13其实有提示啊，因为他说13，而且他那个字还故意用蓝色的，那就代表我不知道直觉会不会想到，但是有可能想到就是答案在第13里头。我觉得到目前这个关卡到目前为止没有 surprise 的题目。究竟 ESIT 是不是做到这一版就做到江郎才尽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surprise 这个满点的题目。现在为止最 surprise 的题目就是盘子。
先练习看对折线是不是对的。好了，修一下头吧。虽然玩盒子是老梗，不过极地战还是蛮厉害。极地战玩的东西比盒子厉害多了。其实也不用剪那么细，因为他应该没有要求要对的这么准。那我就这样修一下，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有第一张图了，这就是二，这就是二，折过来，哦，是折过，是折，等一下是折骨线，哦，这就是二。我们先做好这个准备，然后接下来去把另外一边画起来，所以我们要讲等头部翻过来，开始喽。好，首先左边有一条线。左边有一条线往外折，它叫做 D。好，这边有一条线往另外一边折。它叫做罗马字母的三，线在哪里？好，就这样 ，OK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里面有快200条线，第一条线是这样子，往这里折，它叫做阿尔法。这里有一条线，往这里折，它叫做。A， 这里有一条横线，上往下折，它叫做一。这里有一条线，由内往外折，它叫做三。上面有一条线，由内往外折，它叫做 C。再上去有一条线，从内往外折，叫做 B。好，这里有一条线，由这里往这里折，它叫做 Beta。这里有一条线，由这里往这里折，它叫做 Gamma。这里还有一条线，它是由左往右折，它叫做罗马字母的一。最后这里也有一条线，罗马字母二。好了，完成 ，copyright， 抄对了，动手玩创意。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。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真手工艺 2.0 时间。第一个步骤，他说要先折2，所以我们要把2折起来。下一个步骤，我们要把 D 折起来，所以我们要把 D 折起来。你每个步骤是2D 起嘛？你骗谁？再下一个步骤。我们要再折三，所以再把三折起来。在下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再来要折罗马字母的二，罗马字母的二，然后这样子折起来。没有，他其实没有保证大部分的人玩在两个小时内可以破关。因为我觉得这个，如果你就算拿这一盒给一群正常人玩，他妈三个小时能走出来，妈奇迹！再来下一个是 B， 再来我们把 B 折起来，
最后下一个，我们把三折起来。嗯，零。最后我们把阿法折起来，零。好，零。写起来。第二个步骤，展开到底，到这里就好了，因为前面都是一二三。第一个步骤，把 A 折起来 ，A 在哪里啊 ？A 在这里，折过去。好，第二步骤，把贝塔折起来，贝塔在哪？阿法、兰达，哦，贝塔在这里，贝塔折起来。然后第三步骤呢，把罗马字母的一折起来，一在哪里？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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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。嗯，这多少？这样看应该比较像二，二，二，先读二嘛，错了再说嘛。你怎么选一个尴尬数字呢？然后再展开。第一个步骤，把一折起来，把一折起来，一在哪里啊？一在这里，先折断。好，第二步骤，把 C 折起来 ，C 在，我有画 C 吗？哎呦 ，C 折起来。第三步骤，把伽马折起来，伽马这样。四，零二四。好，零二四，菱形的答案是零二四。菱形的答案是零二四，零零零。零是这个。是三朵花，二是这个是长金筒，这个四是这个齿轮刚好十二号。Open 哦哦，死给十二号在哪？然后在哪找到？菱形是在厨房的吧？厨房的桶子里看到，厨房的桶子里十八号。大家最喜欢的哦，找到了，太好了！你打开那个桶子，你在桶子里面发现了整套的莫名其妙的东西，上面还有你的名字写在上头。你现在必须要找到 V 跟 X 跟最后一个神奇面包工具。OK， 好，所以我要拿起最后一个神奇面包工具了。神奇面包工具根本就是一件，然后呢，要装起来吗？这要怎么弄？这里有四个洞哎。A man want to sit. A man wants to observe the frequency. A man wants to view land from outside, and when he likes land, he steps straight for a sheer delight. 好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跟这个跟这个配在一起的吧？那为什么这两只脚，这两只脚拿来干嘛？中间有个洞，它其实有切穿一个洞，所以就要这样。这是他的左脚，对，左脚。哎，正面是右脚。嗯，正反面颜色不一样，颜色的位置不一样。好，所以如果我像个傻逼站在这里呢？
还是我要接上脚之后站在这里干？我怎么弄啊？他身上有四个那个、欸，我先把这四个拖穿吧，这应该可以拿下来吧？我觉得不行。他身上有四个洞，刚好跟那个谜题卡的四个洞是一样的。对啊，你看这里有四个洞，身上有四个洞，然后这四个洞刚好跟这四个洞是吻合的。然后呢？第一句话是有一个男的想要坐下，有一个男的想要看什么东西 ？F R A G N E N T S， 想要看着 observer 是旁观者或之类的意思，看这个，对。有一个男的想要，有一个人想要从四各个方向看。And when he lies then， 然后假设有 stay straight flow in sheer delight。哦，所以应该是这样吧？这是剑，这是这个。那他要怎么坐下？干，他要怎么坐？坐下，坐下。所以不是站，是坐下，坐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但是我要怎么弄？这样，我知道。欸，干是对折吗？好，就先这样啊。这样子，干可是颜色看不到啊，颜色会被挡住，还是应该折另外一面？好像要折另外一边，对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折另外一面，让我折反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我们让他坐下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干，这个太容易出包啊！我说是太容易露馅了。第二次玩，全世界都知道怎么过了。死了！好，我有一只脚，我有两只脚，长短不一样。长的大，好了，我有一个坐下的傻逼了。然后把这个打开，跟那个与肩同宽。下一个步骤，把卡片放上去。你看，这里有蓝，这里有蓝黄，所以我们要把蓝黄放上去。哦，死给！啊不。然后最后我要用这四个方向把它戳穿过去，所以假设是 west 的话， west 是指我现在拿好，我现在把它放着好。如果是西边的话，我要戳最右边那个洞，所以要把这个洞这样突过去。啊！干，不行啊，这剑比较快。哎，等一下，是那个吗？还有一个地方卡到。进不去啊！为什么洞太小？其他可以进吗？啊，剑戳不过去啊 ！Key view look to the， 所以我要从这个洞看过去吗？没有东西啊，干，那换另外一边好了。那南边呢 ？South， 南边是看左下角这个洞。
干捅不过去啊，要硬捅吗？我应该要捅直线吗？有一个钥匙的左边呢，是个半圆。先画起来啊。然后北边是，干北边有太多可以捅了。哦，北边只有一个，北边的是最后一个牙齿的钥匙，是这样。你是不是这个坐太宽了、啊？你这傻逼啊！然后东边是这个，东边是这一面，然后要捅右边中间这一个。哦，是两节的哦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个，太好了。所以圆形的最后解答是大圆所长，然后，哪一个？再看一次。这一个，好，最底下是这一个，30号。啊，错了。你成功了，请在脸上笑一下，就像这个笑脸一样。错，吃屎。啊？哪里错了 ？Key view. Look to the north. 对啊，我再一个一个来。东边应该是 east， 应该是这样啊，所以应该是看这一个没有错啊。难道我脚装反了吗？如果拿远一点看呢、欸？拿远一点看的东边是没有东西，那北边呢？北边要看，北边要看最左边这个洞。没有，也只有一个啊。啊，这个一定是对，我相信这个是对的。那南边呢？南边也只有这个洞啊？难道我转错吗？没有啊，圆形这个中间错了、欸，所以是东边或西边有一个错了。West 的这一个，不好说，有两个都对得到一个点啊，哦，不是往下看，水平看的答案不一样哎、欸。如果你垂直吐过去，看到的答案似乎是不一样。如果你硬戳的话，最后一个如果是这一组答案，看到的是蝴蝶，蝴蝶的最后面，然后，所以我必须要硬戳哎、欸，就是硬把它塞过去。啊！好，北边这一幕什么都没有，好，所以不是北边。那这一幕是这一幕试过了，这一幕是蝴蝶，然后一扯东西，东边的答案是。是这样吗？东边有可能抄另外一个答案吗？东边有个答案是中间这一杆，所以是
那还有哪边没试过？北边没有，南边。南边要插最左下角这一个。南边是大花哦，所以答案是这一组圆形。第一个是这一个，第二个是这一个，第三个是这一个，21号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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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圆形在哪里？哦，门，那个，这是点哪一个门？这个26号，厨房的门，厨门。哇，你逃出来了！这里有一个 N， 这一定是地雷，我才不要看。没有，这应该是那个啦，黑色那一条线的啦。Freedom! You are free! 我在实线内逃出来吗？我在两个小时不到。那您耶！这是三小时的钟，所以还有两个小时。Freedom! 小废物！没有，这应该是那个啦 ，N 那一盒的。我等一下我先看完这个嘛，好不好？自由啦！你把这个钥匙转开，这个门咔啦一声打开了，你终于逃出来了。你在清晨的浓雾中漫无目的的走动，直到你走到了最近的城镇，你向警察回报了，而且写下了，对，你向警察说了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但警察说，警察写下了你对他陈述的内容，但是却 murmur 说，就是低声说到一句不要再来一次。一年之后，你收到了一封信，在信封里面你收到了一张照片。它是内容是拍着你在王座厅到处乱摸的时候的照片，对，然后还留下了一段讯息 ：I still haven't had enough， 我仍旧觉得不足够。如果你想要再拜访我你在2018年想要再拜访我其他的庄园的话，我会给你一个 ，you will get 你，我会给你一个特别优待的。如果你选择了要拿宝箱的金色的那一面，你可以选择，你会获得方圆太阴的贝拉哦。你的某个挑，你这个游戏的挑战，这你下一次是下一次的挑战还是这一次的挑战？你这一次的挑战可以扣掉5分钟。如果你选择了箱子的黑色那一面的话，你可以。你可以看一张帮助卡，并且不会影响你后续的积分，直到下一场游戏。什么意思？所以是下一场游戏可以扣可以那个吧？哦，所以我赢了 in Villa 是，所以我下一场游戏的分数会扣五分或扣五分钟。然后，如果我选的是箱子的黑色那一面的话，我下一次的游戏可以看一张帮助卡。我有一张帮助卡的扣打这样。没有，其实帮助卡里面有一张很有帮助的，至少很省时间的是这个这一张。这张是全钥匙对照表。所以你要看黑宝箱吗？看黑宝箱的抉择在哪里啊？等下，我先找一下黑宝箱的题目是哪一个 ？Treasure 的那一题嘛，对不对？黑宝箱的题目是 My Treasure 嘛 ？My Treasure 的题目的答案是 The干，我知道 turn 什么而已。
我再看一次那一题的答案。哦，不是啊，是那个啊，里面那一只钥匙啊。所以宝箱的谜题是，花花、质感跟蝴蝶。宝箱谜题是六角星、花花、质感跟蝴蝶。这个花花吗？七号，这个吗？嗯？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我是不是找错钥匙？哦，对，是这个。然后31或24号，我选24。假设黑箱只是走24，24应该是要拿 M 吧？24。哎、欸，不对、欸，我看错。一个花、啊，我是看错钥匙。圆花，这个跟摇杆，对啊。看一下六角形，圆花。哎、欸，干，是不是看错了？先到17嘛，17是答案不是吗？对啊，31或24嘛，31也是错嘛，漏了31也是错，那就是我找错了。31在哪？干，我找错了。对啊，这个不是对对对 ，My Treasure 不是 The Sand Disk 底下那个吗 ？Turner 的 Under the My Sand Disk 的是一个哦，六角形，六角形哦，不是六角形，是这个啦。看我转错了，我转错钥匙孔了，所以是这个组合要转在这里，这样23号。后面吧，我把拿对的都放到后面去，这样我就不用再看一次。23号要找黑宝箱，要找4号，所以要去10号。然后你要拿 F 跟 N 啊，所以 N 的题目就是那一页吧。Oh my god！ 我看到了一个最讨厌的谜题了 ，Follow the shoulder。你要找到这四个家伙，可是我不知道这四个家伙是谁，全部都是那个亚瑟王的人物。Find这个的兰斯洛特 ，Tryon 是谁啊？跟亚瑟王四个骑士，但是只有三个盾牌。By the way, if you get winking while search,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。对 ，Since you opt for the dark path, the dark path 是第六页对你而言完全没有屁用，所以这就是第五页要用的、啊，所以我们就打开第五页。这个，哦，所以用一边，另外一边就用到哦，干，那只能爽一次哎，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箭头啊，就是它这里有一个那个，有一个那个提示，这个就是代表你要把这个弄起来，然后折成像那个样子，所以它应该会做出一只钥匙的形状。应该是吧，但四个武士三个盾牌是什么意思啊？
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.想一想，这关应该只要用到这一页吧，应该没有其他东西要用。它这里有一个 front 啊，这里有一个 rear， 前这是前吗？这是后、啊。所以应该是要把它折起来，然后它有几折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啊，八折。然后折完之后会有一把钥匙是完整的。一把钥匙是完整的、哦，对不出来。找不出一把完整的钥匙，这应该是这一题的答案吧？就是折可以折出来。哦，我要这样看，对不对？说、啊、想象如果有一把钥匙是完整的，会长什么？难哦，难道要复制下来吗？幸好我可以省过这一盒，幸好我可以省过这一张，不用做，不然我做这一张也是很辛苦。前面半个亚瑟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他说找到亚瑟，然后四个人只有三个盾牌，所以应该是指这个啊，这里有三个亮起来的盾牌，这里也只有三个。其实这张图没有用啊，有点可惜，用的有点少。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一题的答案了。然后把它折起来之后，就会变成看到一把完整的钥匙。可是这跟第一句没有关系啊。四个骑士，但只有三个盾牌。By the way, if you get one king when search， 什么是 one king？ W R I N K L E， 这怎么念啊？Winkle， 对，其他他提示应该是，如果你找的时候皱起了眉头，那就代表你找的方向是对的，也就是要把这玩意儿折起来了。啊，好想知道这玩意儿折起来是什么样子。这样讲就代表我要复制一份，他妈，我拿这个复制一份，这个比较麻烦，是因为他每个那个图案的图都是特别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手动画，你就要画很长很长的时间。不过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看法，就是看奇数跟偶数就好了，因为你在折起来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同时看到两面。对不对？就是你只要看我们要出动地球最聪明的发明跟我们最聪明的做法。没有错了，那我们使用小画家吧。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,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。哒哒啦啦啦！所以，我们先把这个偶数都裁出来。
好像不是哎、欸，说折起来没有一只，没有任何东西折出来一只啊。你把左边四个并起来，怎么看也不会有一只啊，因为没有那个、啊、中间在里头。所以这个二分之一亚瑟是什么意思啊？它背面是另外一题，所以一定跟背面无关了。就你只能关心，你只要朝在找这一页答案而已。所以我要想这一题的线索。Find the Lancelot, Tyrion, and Arthur. Four knights, but only three shield. 你要找到这四个骑士，但是总共只有三个人有盾牌。还是这个拼完之后要放在某个地方。但这一本没有任何地方没有用到啊，剩最后唯一一个没有用到的地方是这里啊。Nope。唔知，但唔想法。唔知。是没有实际折看不出来吗？没有啊，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啊。我想知道这题的答案呢、啊？我想知道这题怎么解啊？完了，真的要手工艺了。好，做就做。人生为什么弄死人？不要弄死自己，不要像现在，不要帮自己找事情做。看，我就是那个会被吵醒的数学家，不是数学家，那个音乐家。以前有一个音乐家很懒，所以他老婆，对，这故事重点是他有老婆，所以他老婆呢就故意在他每次叫他起床的时候呢，在钢琴上弹一小段乐章，然后但是不是弹完整的一段，只弹了嘟嘟嘟，后面就不弹了、嗯、然后那个音乐家就会受不了，这个直接睡不着。恨不得起床把那一段剩下的乐章弹完，然后我就是，如果你今天跟我说，你今天跟我讲一个逻辑谜题，然后没有跟我讲结尾，我就会想三天三夜。简单画一下就好，对，我就会想三天三夜，然后说不行。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对，某些情况下我都很想知道答案是什么。比方说，尤其是在打牌的时候就会这样，就是我会想说，如果那个时候我做了什么，对面会做什么？因为尤其打牌是一个互动的游戏，就是你做了一些事情，对面做了一些事情。魔风比较常见，炉石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情况比较多。所以如果是魔风的话，我们通常要算，如果你做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然后我抽什么的话，会不会赢？这样，这就是讨论。讨论其实在很多比赛里面很常见，而且是跟对手讨论哦。但之前就有个比赛，不小心因为两个人讨论到有人离开游戏，讨论到有人被取消资格，因为他们用了额外资讯。因为有一次的这个专业赛，两个人时间到了，然后他们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，他们决定讨论谁会赢，然后他们就把手牌全部摊开，对，结果发生什么问题呢？发生一个情况就是，有一个人在议论说，如果他下一张 top day 手，因为他们已经时间到了，所以他们要决定出一个，听好，是决定出一个胜负，对。当然，魔风有决时间到的规则啊，但重点是要决定出一个胜负而已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在决定出一个胜负。
魔物算是比较特别的，就是谁赢谁输跟真正的谁赢谁输可以不一样，就你可以选择打到最后让对手赢，这是合法的，就是有些奇怪的做法是可以的，或者是你输了，然后你希望对手让你赢，但只能希望，你不能怂恿对方让你赢。对，不能，反正有一些技巧啊。我指的是合法那一技巧，就是让对手让你赢这件事情合法。但如果你贿赂对手让你赢这件事情不合法。所以接下来就是如何拿捏什么叫合法，什么叫不合法，这就是魔风里面如果你要打到前段班，有时候会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。好了，我把剪好了，干，我全部的点都画在上头了，妈画个屁啊，那我折个屁啊，在这里，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我要把它折起来，第一折是凸吧，我记得，那张卡片在哪？这里，这是 final 的截掉，第一折是往外。第二则是往内，第三则是往外，第四则是往内。Repeat after me。小蛙四张不见了，没关系，放我这里。小花现在也还好，小花也没有顶贵啊。话术可以哦，没有，你不能，总之不能贿赂啦，你要暗示说你等一下会给他好处，那你自己你厉害，你可以，对，你就不要被裁判抓，就这样。就总之，魔风有些细节是很严的，有些细节是很能瞧的。学会巧你就可以省掉一些麻烦。好了，我把它弄好，然后呢，把它展开。啊哦啊啊哦啊，然后我要怎么看？这样看嘛？对啊，就跟我说的一样，没有任何一把钥匙会接在一起啊。还是这样子。难道这个没有关系吗？难道我另外一张的那个二选一上面也是写也是画这样吗？没有吧，我记得没有啊，这上面没有画这样，所以这行线一定有提示啊。所以我已经做好了这一个了，然后呢，干，我没有解出答案啊。他说我要找到兰斯洛克，我要找到四个骑士，却只有三把刀，三个盾牌，这里有只有三个盾牌啊。那然后呢？三个盾牌，我没有其他跟三个盾牌有关的线索、啊。然后我找到了这样，然后他说这玩意儿是半个亚瑟王，是吗？半个，我不要做两张吧？不可能啊，这要去哪找第二张 ？Front rear 是背后吧？高手暴跳。竖立，对啊，后尾背后啊，尾部，这里是尾部，这里是头部，折的方向对吗？对，哎，对吗？我看一下，对啊，W啊，
这不是一样吗？这样。还是反过来啊？反过来，反过来啊！小巴历史高价1200，强到爆炸！这样吗？这样也可以啊，就这样啊。有这样什么都没有啊，它背后是那个，背后是另外一题的。所以假设我这样看呢？没有啊，我看到半个亚瑟王身上杀小都没了，而且我这一面加起来还没有一把钥匙的材料。对，这样呢？这样答案吗？亚瑟王要这样看。不知道啊，这好难哦。看个提示好，反正我都已经过了，现在看也不会扣分了，好吧？看一下方块一、方块二啊，妈，方块一都要浪费时间。哦，干，它第二个方块还有分那个、欸、黑提示跟那个哎，刚才它的第一个，看一下，第一个线索是它有分两个的。然后黑色的线索二，如果你打开了金色的那个箱子，而且偷偷念了这一张帮助卡的话，你就是在作弊。哦，我在作弊。对，把你的最后分钟加两分钟啊！干嘛这样？看一下没？If you look closely on a lab page, you might be able to tell how to find all four of the knights. 如果你仔细看着这张图的话，你有办法说出怎么样找到那四个骑士。What? What'd you say?哪有盾牌，哪有提示？你不要开什么谁是什么花的玩笑之类的。先看得多仔细，这里有半个亚瑟啊！他说这里有半个亚瑟，如果你仔细看，你就可以说出。不要害怕把这页弄出来，我说把这页撕下来。Don't be afraid, and you can do it. How about folding and cutting? 对。哦，干，我知道了。他说 cutting， 我就知道了，我知道答案了。大家想看亚瑟王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大家看过猎人吗？大家知道凯特的能力吗？就凯特嘛，忘记了科特的能力吗？这里有半个亚瑟王，
我要是拿到这一题，我会把我现场就崩溃。干啊！要死嘞！妈的，我是不是没有折好？我全部东西都折在线上。嗯，没有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有折在线上。染透嘞！妈的，哦，你看，四个骑士，三个盾牌，所以答案在这三个盾牌里头，盾牌在这，所以答案是这个。外面那一边，这个跟这个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，转转看吧，都做到这种程度了，估计应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第一个是拉环，第二个是质感，第三个是钩子。二号，二号掉了，所以二号代表是那个同一个答案，两条线的答案是同一个。对啊，那我在哪看到？我忘记了，箱子上，箱子里头，方块在哪？房间吧，还在第一间吗？大门。七号，所以再走去那一条、啊，就是七号后面那个。对啊 ，OK。噔噔。呀，不行！如果你这个没有给我提示，我真的解不出来。这个我解不出来，这个我不会想到要解。这个好难哦，这个好难，真的。这个我应该想不到要解，这应该是我想不到的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城堡没有很难、啊，城堡我们一张题都没有用全过啊。对啊，最后那个我还想的超快、欸，还是集战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好玩。上面有花纹不可能无用啊，你不要讲不可能嘛，结果你敢不敢剪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光问你这个敢不敢？你知道是 front 这是 rear 啊，所以我知道有前跟后，所以我这样折一定是对的、啊，对。但是问你敢不敢剪，你一定不敢啊。N 看完了 ，N 就是这一题啊 ，N 就是这张啊，这样就是 N 了啊，不玩花纹了，对不对？你剪错一次，他说他还讲一个那个提示卡，还讲一个重点呢、欸，不要把垃圾丢掉，因为重点不是剪出这一个，重点是这三个盾牌，重要是这三个盾牌上面是那一次这一个题目的答案。然后，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全尬了，你就尬定了，你就完蛋了。你这辈子再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了，好吗？真的，你一辈子就要被困在，你一辈子就要困在这个小小的城堡里面吃薯条了，而且是无盐薯条。耶、yeah!。错了，什么东西？好乱的桌子。还有这个啊，这个真的超好笑。
没有，当初选金磊不一定是正确的。不过你这个洞大小，我真的建议是要开一下，真的是应该要开一下，不然这样很麻烦的、欸，像这样真的很难捅。对啊，你看搞的这是刮花，就几百。把它拆起来吧，然后把它复原，就不会被发现有什么用。不知道这个我想的蛮快的、啊，这个我想的这样我想的，这个还算在逻辑。好，这东西也结束了。我还获得了一个 bonus， 我下一次玩的时候可以多一张多，我可以减五分钟，太爽了。我说厨爹，为什么你可以扣五分？他妈上次说的啊，你一定没有在看，你一定没有订阅，看不了没有。结束了，好好玩哦。但这个没有集战好玩，集战应该还是比这一个好玩。有点可惜，心里也有点可惜。最难度式的这一个就居然没有另外一个难度算的好玩。集战那个，光看窗外，我妈妈我会看三天三夜都看不到。如果你没有跳跃性的思考的练习，就是你没有遇过，还有那个13答案是这一关吗？我有点忘记，对吧？13答案是这一关吗？13答案也很 low 啊，13答案爆 low 哎、欸，啊哈，我觉得他这个可以写的再小一点。不过13答案算是一个尝试啊，就是他故意叫你去找别的东西。我是怕他梗会用完，他梗已经快用的快差不多了。我觉得看窗外才是这一今天下来最屌的谜题，就是最难的谜题，你不会想到的谜题。真的是妈看个屁窗外！哦，太爽了，结束了，猪猪呀。看窗外才是真正的谜题，其他都还是。然后有啊，这个算是道具越来越多了，就道具越来越完整，而且我觉得这很酷，就是转钥匙这件事情很酷。对啊，哦，还有碟子啦，碟子这一题也是蛮王八蛋的，但碟子那一题没有航海那一题好玩，因为航海那一题是要把这个当罗盘的，就它背后是个罗盘，是个罗盘，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。对啊，看碟子也是一个，他现在没有，因为他给你的材料就这样啊，他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其实已经不能再，他其实有点快要没有梗了，因为他快要没有东西玩了，他已经快要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来用了。如果他要再找东西拿来用，对他而言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。哦，这个有几个，我先讲这个有几个谜题不错啊，我们从头看一次谜题的那个内容。卡片类的谜题我们就不翻了，有点难，对不对？如果只看本质的谜题的话，这一次第一个是碟子嘛，碟子算是比较特别的题目之一，那就不算这个了。那再来是这个太明显了，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英文字大写这个粗写这个谜题，我觉得是有点太明显了。对，但是你把它写成大写也很明显，所以其实差不多。那再来是这个是对照表，因为这个密码是唯一不出现在这个盘上的，就是没有出现在这个盘上。然后其实这也不用 decode， 就是这也不用解密，因为你就看嘛，他的号码没有一个，他说这个组合插这个洞是对的，这个组合插这个洞是对的，代表这个就是对388，这是对的，代表这就是388嘛，所以你只要对每一行值的，这是多少，这是多少，这就是那个查拿来查那个用的表啊。所以我是觉得还好，然后这个很难。黑盒子如果是拿这一个，这个就占一颗星，所以算是说实话，应该是我运气好走到软的那一条线，就金箱子应该是比较软的那一条线，要不然你叫我解这个，我妈直接崩溃，就以手工艺程度对我也就是崩溃。那这一题很容易操，这一题的操作算简单，因为只。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、啊，你就是这样，然后把它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题还算简单，这题有点难。
这题是那个啊 ，the elephant 这样，就是第一做第一，第二做第二，第三做第三。这一题会有一点难，因为我要想，我是花了一点想，这是箱子题啊，这是箱子的其中一边。然后这个后来有拆，这个还蛮简单的。那这个要做很多手工艺，就是盾牌这一题。其实他说的，他后来我后来看懂了，就是他不是叫你把这些盾牌拆下来，是你要大力的压这个盾牌，就是这样啊。这样，然后你用笔或者什么去戳，这样你在最后一页的这里就会有印子，在最后这一页要过关的这里就会就是这里，它就会有印子，然后你就可以去点或者是去连你要连的线，就这样。好，还是讲一下卡片谜题好了，卡片谜题有什么？我应该可以看全部了，我已经过了，真的，这个逃出。出口系列还是蛮好玩的。接下来好想再去玩密室逃脱，接下来就要玩真的密室逃脱，挑战别人的智商。这房间题这没差，这个很有趣，这个是折叠题，这个汽车。然后这还好，这个有一点点难，也不是难啊，就是你看到会傻眼，就是我的妈，东西在哪里？这个还好，这个也有点机车，就是这样。就是 the second number is， 然后没有下一张。你说，哎，主题的东西在哪里啊？在这，在右下角。盒打开有夹层哦，没有吧？那妈，那个一拿就知道有问题了。然后这是编织嘛，编织也很简单啊。然后巴巴罗萨题也还好。巴罗萨还可以靠赛，那把贝尔元一算完，对啊，还刚好对，真尴尬。他可能要出一个不一样的组合会比较好。他刚好出了一个对出来，你就算是个傻逼，你说这个应该是数英文字母啊，数一数还对了，真尴尬，爆尴尬，巨尴尬，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然后我现在有摸的另外一个游戏是时间守望，但是我已经发现它的秘密了。真是这个也是很尴尬，跟我之前猜的另外一个桌游，就是那个桌上版的 LOL 英雄联盟出的那一个机甲师的那一个桌游，被我发现了他的秘密。因为机甲师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蓝宝的一台机甲被偷走了，然后你妈想办法把它找回来。对，然后盒子里面一开始盒子里面没有附机甲的资料，就是没有附机甲，就是每个角色都有板子嘛，都有它的主板或者是内容那些，就是你的机体有哪些性能，但是他没有附top secret， 就是被偷走的那一只以及敌人的某一只的内容，但其实那个内容，这样讲会不会，反正聊天室应该买不到，应该也不会买啊。但事实上，他把它藏在那个，就是我们放，不是会有那种内盒嘛，蓝图啦，就是放在他不是会有这种那个放格子或那种的板子的，或者是塑胶那个底下，或者那个塑胶的那个分格，他藏在那个分格底下。因为我之前只夹完，我之前装完牌套之后会收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把那个拿起来，然后放在底下，或是有些人就会把那个拔掉的放里面。但是我一拿起来就发现里面有另外一个字，有另外一个资料夹，我说哦，然后时间守望也是，时间守望的那个说明书里面会跟你说，说明书会跟你说你的盒子里面有这些东西，就是卡片有哪些啦，然后 token 有哪些，旗子有哪些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全部弄完。然后我昨天在弄的时候，我昨天在收的，我昨天在上牌的，不是上牌套，我昨天在贴贴纸，
就是它有些模型需要有些棋子需要贴贴纸，跟放牌，跟把东西整理好的时候，跟搓配件的时候，搓完之后我要把它放到底下，然后我一拿起来看到里面又里面又多一块板子，小坏蛋，就这样，尴尬，把别人梗子看掉了。他应该是剧本，他那个剧本第一个剧本是疯人院，就他应该是剧本跑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会跟你说，哎、欸。请把什么拿起来，然后找到某一张东西，这样这样这样之类的，好吧？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对我们用的配乐还在放吗？没有注意。哦，这个大家或许比较感兴趣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背景配乐？这个是我以前很久以前找到一个网站，是专门跑团或类似情况下使用的。叫做他帮他推广一下，叫 Tabletop Audio。如果你有相关情况上会使用到的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free 的啦，但哦，他说 Friends Tabletop Audio 也是100%这个免费的，商业使用可以的，大概吧。所以你今天需要一些环境音效，对，比方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，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突袭战。或者是在一个热闹咖啡馆，它都有一些莫名其妙音效，大家可以 自由选择。反正我觉得是一个整体而言是一个很酷的那个，很酷的一个那个声音系统。山中小屋，好，就这样了。大家有兴趣可以上这个网站，我们以后没事这样也可以放这个网站啊。我觉得这网站实在是太酷了。好，我今天说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啵啵。